粉雪舞う季節はいつもすれ違い人混みに紛れても同じ空見てるのに風に吹かれて似たように凍えるのに位于日本中部岐阜县的高山市，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如果你还没有来过高山旅游的话，我会非常推荐你把高山收入下次来日本旅游的备选目的地。高山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并没有京都那么声名远扬，但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日本宝藏旅游小城。其实我之前已经来过高山多次，但随后美得如此震惊的高山却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期的影片我就将带大家一起去游览一下高山雪后美轮美奂的街景，逛逛小城的招式，还有那些充满江户时代风格的老街。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吧。那出了高山站后，沿着这条路走，就会慢慢走到高山的老街，包括这里的招式。那因为这里刚刚下了雪，所以整体来说虽然风景很美，但是走路的话会比较滑，要小心一些。那稍微走一会儿，这边就来到了高山，这里很有名的一家烤肉店。来高山是一定要吃飞驼牛。那飞驼牛的话，这边有两家店，一家就是眼前这间叫丸明，还有一家是在高山站旁的味藏天国，都是这边两家吃烤肉最有名的店。如果大家来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但我因为吃过很多次，而且现在时间也太早，所以这次应该不会吃。这边可能下雪是常态吧，所以冬天来这边基本上都非常有可能能看到雪景，但是建议要穿稍微保暖一些，因为这边还是蛮冷，而且要穿一双比较好走的鞋子。前边这家在排队的好像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一家拉面店，现在才10点多就已经有人在排队了。走到桥这边差不多就能走到高山的宫川昭市了，在这里能够看到一次。那我现在就要从这边过去，已经看到蛮多人在里面。虽然我已经来过高山好多次，但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昭市。因为一般我都是下午才到这边，但是这里12点
中午12点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一次因为在高山过夜，所以正好有这个机会来。这里的招式感觉就是有卖很多水果、蔬菜、一些咖啡、小吃，还有一些当地人做的手工艺品。感觉就有一点像在京都，但是京都的话真的不太下雪。现在其实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就是跟着直觉在乱走，哪里比较漂亮就往哪里走。因为其实高山也比较小，哪怕迷路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走一下就可以回来了。虽然说北海道那边也经常下雪，但是北海道可能没有这种古老的房子吧，应该就是像这种非常日式的建筑，北海道那边可能找不到，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看这种有日式风情的雪景，高山还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我绕了一圈，现在走回到宫川昭室。那已经11点多了，应该再过一会儿，可能这个昭室也就结束了。那现在还没到12点，只有11点半，这边大家都已经开始收摊了，所以大家要来的话尽量早一些来。从昭室出来，这边就是高山的老街，这也是来高山一定要逛的一个地方，也是一定会走到这里。老街这边已经没什么积雪了。啊，走到这边有一家飞驼牛的寿司，这也是一家人气很足的店，一直都要排队。倒是卖一家布丁的，不知道为什么排那么多人。雪后这边所有的房子都在滴水，因为雪已经在阳光下开始融化。很多人在这里拍雪景。正屋就是以前的，相当于现在的县厅或者市政府，是以前政府官员办公的地方。这是以前高阶官员的办公室。本地官员的办公室。这里是客人的等待室。代官的书房及休息室，也就是可能是官衔最大的人，就是在这边办公休息。
那果然这边的风景也是最好的，可以看到整个院子。我发现一条非常古朴的老街，这边就基本上没有游客过来了，但这里也保持了非常好的一些建筑。感谢观看今天的影片，下一期我将从高山继续前往慈父县的奥菲陀地区，在那里的温泉旅馆体验男女混浴，并且搭乘新穗高缆车一览被称为日本阿尔卑斯的中部山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留言按赞，那我们下期见。